少云，这部戏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非常重要，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正式的电视剧，是能在电视上播出的那一种。那你以前经历的是啥呀？电视上的不演网剧出来的啊、哦，演网剧一些。对，他演的就是刚才我丢的那个女儿，就是我女儿长大以后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那个以前在网剧里演的比较多，现在呢来电视剧，感觉怎么样？大屏幕是不是挺过瘾的？当时。